真好哩哦。当你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素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讲到跨国婚姻，有越来越多对东南亚或者是大陆嫁来台湾的女性，因带着翁婿在这里落地生根，变作台湾的媳妇。对这一群漂洋过海的女性，我们叫她们是新住民。今天我们的主角赖丽珠师姐，她是一位新住民，23岁就离开故乡印尼嫁来高雄，这是立足的异乡梦，并没有想象中圆满。这一路上是充满困难和考验，伊是要安怎来面对这无常的？咱就赶紧来看立足师姐一家人的故事。这都先生真爱的东西，他哈从云好像从云南那边带回来的，那个改天你跟先生拿一下，他有一种油哈，擦了会更亮，这块蛮很漂亮哦。嘿，前阵子外面有一件哈，先生送去拍卖，结果没有卖掉，他一方面高兴，一方面有点失望，好像现在景气真的不太好哈，连有些东西就不好卖了。每天早上都很赶哦。还好，根本就是不用管钱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看他们功课有没有完成的？对啊，要没有签。爷爷，你怎么坐桌上面呢？你怎么又在床上？不行啊，这就不行了，一点点下来。你脚坐。别人在这拼价零五哈，我可不管呐。进来看你机。这边没有香，没有香香的。啊，没有。好臭，好恶心的弟弟。呀，好臭。好恶心的弟弟哦。好脏脏的。厨房送过来的，这边有厨房的，
给你听。还可以。天天都高了，标准。这全部都你一个人做？嗯，没有，大家一起。这个一车，这大家退呀、一个人退一车，这样公平公顺。好吃吗？啊？今天午餐好吃吗？好吃，赞。你帮我退好不好？我救你，我没退，我也那边退。对呀、全工作自己就得做，是老公不肯啊，没有做，都是家里耶，看小孩啊，煮饭啊。对啊，我刚来的时候他会去工作带我去他工作那边，有时候带他去其他姐姐家，有时候都带他去工作的地方这样。对啊，去哪里都跟着他这样子。有比较快乐吗？来台湾？快乐，还好。待在家里啊，都没有去找朋友，以前都不会骑摩托车。对啊，都待在家里，很少再出去的，出来很少再出来。外籍新娘来这边工作，说实话，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公司里面也用了蛮多个，都不错，真的都不错。其实有一些事是我们是从慈济的师兄师姐这边听到的啦，他们不会跟我们讲啊，但是我们是在背地里点点那走啦，我们不会去在他们面前说什么啊。啊，就是我们能做的，我们就尽量这样子啊。他们其实他们不会跟我们讲什么，有什么话他们都讲些较紧的，有苦往肚里吞啊，他们不会讲啊，真的啊，没做八个的啊。个性比较慢一些，他什么都好，就是这点个性较慢，我哥哥较急性，啊，所以讲是可能是我感觉是因为这个个性的关系，导致他们夫妻两个感情破裂，这个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就是因为小孩子太多个，没有办法讲够他干多少，他是很无奈的，因为我小哥他本身有在喝酒，可是因为这些事情种种导致最后他越喝越凶啊，直到有一天医院检查的时候，他就把他的情形跟那个医生讲，那个医生当场就跟他讲说，你这个98%是食道癌。好，因为看到这个大爱心湿了就是了。对，太好了，你把这钱你可以再进来，一起师兄弟今天还要你这样。有，我就找师姐找他们两个打电话请我他们。之前我老公生病的时候，师姐有问我要不要去上班的样子。对。哭哎呀，哭什么哭啊？因为当初我们介绍的时候，然后丽珠她十年没有出去工作，她也因为我们虽然是慈济人，可是她对我们并不是很了解。那时候先生还没往生，对，他还住院，对。然后我就在跟丽珠说，因为她那个师姑就，而且她师姑就说，哎，好是 OK 的，因为她也信任我们，所以当初我就来带丽珠去学校，让她试做了一个礼拜。那一个礼拜后，她先生就往生了。他爸爸跟妈妈跟他讲，他告诉我，他妈妈一直问他你要怎么办，带三个小孩，一直问我怎么办，他都告诉我。丽珠，你爸爸妈妈会希望你回去，但是他们很担心我跟这边的三个孩子这样子。我今年两会去他们谈下，我们都比较担心一点。教育政府也补助。如果回到娘家什么都没有，因为我看他很年轻，他比我小好多岁，就像可能听到我都同一个。
乡，自己在这边二十年是辛苦是走过来，所以一直跟他强调不可以回去，我很怕他带着三个孩子回去。谦恭是很谦卑、很恭敬的意思。你这个字好像写的太小了，嗯，这个字再改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横折一横一横。小朋友那个有时候他会发一些通知单，嘿，或者是他要申请补助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些要填的表格，他没有办法去确实的去填那些表格，所以他就会拿过来问我们。出来，啊，但是克服他当时哈，那个环境哈，他因为还要照顾孩子，还要上班，啊，就是克服了，在晚上的时间有人帮他照顾孩子，啊，就是带了一个老大，好到学校来，然后我们学校刚好有学校的一个蔡阿姨，好来帮忙照顾，啊，他能够安心的读书。阿姨一定多到产妇啊，他们都好开心呢，对不对？早起花特别的。所以妈妈在上课，你都在这边干嘛？她说等我，跟你，等我跟她玩。哦，不要拍呀、啊、你！哎呦，别这样，然后打完一点，打完一点，好，那你坐这边，你坐这边。好，那你坐这里，坐这里。因为他老师也觉得他那个很正常，已经变很多了，感觉不出来了。都是他今天跟我讲，我才吓一跳，不太像，我觉得不太像自闭的小孩。因为志远都蛮闭塞，他不会，感觉就是很蛮活跃的，也是讲话不是很轻啊。我问他们，问过他妈妈，妈妈说那个没关系。那个是我的啦，是你的，真的，好棒哦。他不要的话，你就帮他，再帮他勉强点的话，他不会不舍不高兴。好呀，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不要动，给我啦！先等一下再给你，你再剪头发。给我啦！等一下啦，牙要的皮呀。对呀、啊，等一下我。好，好了，辛苦了，太辛苦了。没有关系，好了哈，好。好。那你下面要不要剪？稍微修一修就不掉，用这个，用这个好不好？好啦，天到了，时间到了吧？那你那这样没下面没有剪到不好。下次再剪。哎，现在是谁过没空了啦？谁过不来了？你再啰嗦。他们现在还小啦，而且哈，爸爸又不在，爸爸又不在，不像我们哈，他们有那么好。哦、我们BB最棒的啦哈！啊，爸爸现在在睡觉啊！爸爸现在在睡觉、哦，对。他睡好久。他睡好睡好久。呀。爸爸在看你。爸爸在看妈妈啦，看你啦，看你看全，你看爸爸在看，看你们全家啦，不是在看呐，看你们全家。我们因为他们剪头发也不用掰到那么嘴，到那个内围那边，他妈妈一次要摘三个，好危险哦。那我就说好，这个事情我来做就好了，让他不要再到那个内围去这样子。其他都 OK， 像我跟他一起打过羽毛球，可是他没办法完成就是数学，因为他没办法去计算，然后他的国就是说国语的话，他也没办法去拼注音，好。
他生气的时候，尽量好好跟他讲，这样子。他生气的时候，他都不讲话。我说你生气，你会跟妈妈讲啊？你为什么会生气啊？他说他都一直叫，一直叫，一直叫，我都越很害怕，好像很怕他越叫越大声，他那个脾气就会起来这样子，对，会害怕他会伤害到自己。印尼文买什么？嗯，通常会买什么？去买泡面比较多吧。去吃炸香蕉。一样的啊。这个香蕉台湾这边没有。啊。对，我们那边才有。哪一个你要拿回家的？啊，奶油啊，进来。印尼店的东西跟台湾的东西有不一样？不一样，但是哎呦，怎么不一样？这有家乡的味道啊。他叫阿关。但是我们印尼看到都很好啊，都不会怎么样啊。啊，然后他平常是对人啊，也是很好。以前我也不知道他是印尼的，然后在读书那边都认识了，小真话哦，有一点困难他，但是他老公走了啊，然后他上班的钱都是很多啊，然后孩子还要养，孩子还要读书，但是我如果我像他这样也是很困难。等一下我说一说会掉眼泪，因为我是觉得很难过。不是哦，跟你讲说椅子不能放玩具，你听不懂吗？你待会拿这个热袋把这个玩具全部这边装起来拿去。下面，慢慢看。点点没关系。谁？因为油漆擦一半，还有一半还没擦哈，路上擦。上个礼拜我没有来，因为上个礼拜我二姐下来高雄，我去我妹妹那边。拿走。很专业。等一下你要皮的。不要擦。我得一。拍真一份钱。那我去打报球来跟他打电话。你有个好玩啊？两个啊？你只能选一个。不要，关于管啊。选一个。不要一管啊。打电话就按这个，然后就按这个门。等一下。刚才我的票。对，通讯录，然后按左边。没有啊，就亲情啊。哎呀、啊，毕竟是我们陈家的子孙嘛。啊，我哥哥也不在啊，所以就是要帮忙啊，帮忙他们顺利的长大，然后在学业上就是能够让他们就是不要读书读得那么辛苦。我比较重视教育啦，可是我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，我真的是心有余力不足。后来我想那个卡路里太高了。有酸头吗？哈？有酸头吗？大蒜哦、喔，大蒜就我上一次带来的呢，只剩下那一些呢，我们都很在买。朋友啊，有人介绍的说哪里有工作，问我要不要做，说好啊，是吧？这边。什么样的朋友？我们那个就是担心的，担心家庭的。有工作的时候你就很高兴吗？对啊，有工作自己比较好过啊，没工作要放在家里，店就得很久，很难过。他非常的合适过来，而且他工作的时候小孩子在楼上是可以被照顾得很好，所以就因为这样的机会，透过单亲家庭服务协会，那就推荐了丽珠。那刚好我们又是要吃的，丽珠在学校又刚好在做这个，所以我常常就觉得
我们的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，就是当你愿意给人的时候，其实你得到的是更多。饭是哪里来的？是你先我妈买的。学校怎么这么多东西可以拿？没有，这个学生不去，有点软筋。营养午餐的。营养午餐就是。靠不成功做厨艺那么浪费，所以以往成功靠救心嘛，好比较好珍惜资源的呢，哎，这是真好。将第一大的果效归给你，这时候我们享受你所使给我们的食物，我们的营养，由你自己也帮助我们通过这个食物，我们奔跑天日，更来爱你更深，来为主你甘心。所以来服侍你，我们谢谢你的祝福在我们的教会，让弟兄们呢，我帮我们辛苦，我们这一顿的丰富的午餐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。虽然现在立珠师姐受到夫家亲戚还有社福团体的倒三角，但是她希望可以靠自己跟三个孩子强勇大汉。这十三年来，立珠师姐只回到印尼看她的父母两次，目前还在海机票的费用，肩上还有沉重的经济压力，但是只要可以跟孩子到底，她就有了继续走下去的力量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期待后一次有更多精彩的故事也当跟大家到底来分享。草根菩提，我们下次见。妈妈有师傅带你去，好漂亮哈、哦！我们你看，我们就是知虎、喜虎、再造虎，对不对？对的。啊，这个谁要用？啊，好，举手，谁要用？哦，好，你也要用，好，每个人都要用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下次再来剪，好不好？哦，好，剪两下了，哎。